八话没有十八娃娃，十八万才打8%。所以18乘是多少？72万。8%乘32%，来，30%可以打死，直接 KO 哈哈哈，算正确哦，差了1%，因为你打71万而已，不是72万。计算错误，8×8=32，18×4，18×32=41，72万没做啊。可能他上面打八八，实际上打不到八八，是8点多一点，还是他系统有问题？8×32，18×4，没有，因为打18万5000多吧。是9000多，所以那可能是73万吧，才差了1%。